学习九型人格的好处，两个目的，一个就提升自己，了解自己，因为你了解自己，你就知道怎么提升自己，跟怎么去发挥自己的才华。九个型号都有很棒的才华，但是九个型号也有做人做事的弱点，所以你认识自己之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去发挥自己的才华？就应用在世间，应用在这个社会，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社会上得到更多的战斗力。第二个，你会接受自己，为什么？你了解自己之后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得忧郁症？忧郁症这么多，因为现代人出现一个问题，书读很多，很多的资讯可以了解自己，结果了解自己以后，就会去批判自己，自己去钻牛角尖的时候，忧郁症是怎么来的？比方讲，别人怎么看我？我自己了解我自己，但是我走不出，你怎么看我？我就觉得很委屈。所以忧郁症其实它不是病，它只是我在我的性格上面，我没办法去接受我自己是这个样。因为一个人是这样，人是投射的，如果我没办法接受我自己是这样，我就没办法接受环境。然后就不断的对抗。